第671天，实验记录归档093。现在又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我不再奢望一切重回正轨，成功或是失败，于我而言都已经太迟了。但我答应过他们，我能听见那个声音，它在我的脑海中回响，像灵魂深处始动的悲泣。它向我诉说着世界的另一个样子，一片被人遗忘的晦暗幽冥。迷雾之后，他呼唤着我的名字，遇见真实，遇见清晰。灰色帷幕中的低语者，暗潮将起，我已如约而来。